哦，我的手电筒亮了，哦，太棒了，他又提醒我，哦，我就可以把它关掉，有没有？Hello， 大家好，我是昌哥，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iPhone 使用一个月的心得齁。那其实我一个月前10月那个时候发布影片齁，跟大家讲说哦，我要从安卓跳槽 iPhone 啦。那其实这个点阅留言都蛮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哎，其实很多不管是熟悉安卓阵营的人，或是熟悉 iPhone 阵营的人哦，都分享哦换手机的想法，到底该不要从安卓跳 iPhone， 还是从 iPhone 跳安卓呢齁？然后那个时候我列出几个我受不了安卓的缺点啊。老实说，我觉得很多人讲的也是正确的。其实这些缺点不一定是安卓的缺点，而是因为我挑了安卓比较小牌的手机所面临到的缺点哦。我自己后来想一下，我有同意这样子的说法。我那时候遇到哪些状况呢？第一个是电池，那其实电池不管是哪一个阵营都会遇到哦。那很多 iPhone 的阵营他们分享说，其实 iPhone 的电池可能2到3年也要换新。我当然知道电池要换新这件事情是正确的，是要去换没有错，因为电池本来就会耗损。但是用到像我上只手机那样子，大家看那个之前的影片，哇，手机都爆开了，我就觉得这个应该就比较异常一些些，因为你根本就不给人换电池的机会嘛，就还没换电池，你手机就被撑爆了。那其实也有人留言说，如果 Pixel 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就可以联络客服，他好像会帮你换整新机之类的，所以是我在留言区得到的资讯给大家参考。好，那目前换到 iPhone， 对于电池的续航力来讲，我这次是 iPhone 15的 Pro Max 的 256G 啦。那当然一开始大家都说什么续航力好像没有说到太好，或是会有发热的问题，那我只能说以我个人的使用的模式跟目前这个 iOS 更新到最新版，我是觉得都还可以接受，都还不错。因为其实我电量每天都只充到 80% 而已，充到 80% 去保护电池，然后我一整天算是轻度到中度用下来，到晚上其实都还会剩下30几到40%，我真的不是非常重度的使用者，所以我觉得充到80对我来讲的一个电量就是非常足够的。那发热的问题老实说我也不太遇到，对，因为我就是听音乐看看影片，顶多就是用 Apple CarPlay， 那其实这几种情境下我不会特别觉得我手机有特别温热的问题，所以至少在我这种就是比较轻中度的使用者，比较没有遇到所谓的电池续航力或者这个手机过热的问题，然后顶多可能有时候拍片拍比较久会有一点点温热，或者是你视讯讲话讲比较久又在操作其他的东西会有点温热，但是我相信所有的手机都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目前电池跟发热这一点对于新换的手机来讲我觉得不成什么问题哦。那我之前第二个会换手机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 APP， 我在前一支 Pixel 而用许多 APP， 我都觉得好像不知道是哪边有 bug 还是怎么样，就资源性不是很好，常常闪退或者是滑一滑会出现 APP 的问题，突然宕机等等。那后来我爬了一下大家的留言哦，我也大概理解啦，因为其实厂商在开发的时候他们当然都是针对比较大厂去做开发嘛，所以基本上 iOS 大部分 APP 支援是还不错的，应该是比较不会有遇到 APP 出问题的状况。那至于安卓阵营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大的厂商，我举例来讲，例如说像三星等等，因为市占率高嘛， APP 的厂商当然就会针对市占率比较高的这个安卓阵营去做一些 APP 的优化，所以你用一些安卓阵营比较高阶或者比较大牌的手机，大概使用上起来就比较不会有遇到 APP 常常 bug 死档的状况。那我之前可能就是因为我用到比较中阶然后比较小众的手机品牌，所以常常哇就是那2-3个我很常用的 APP 就常常各种问题，比如说之前一直跟大家反映的这个 LINE 都不会响哦，现在换了 iPhone LINE 终于会响了，这个可喜可贺。然后也有一些比较常用的一些 PTT 的 APP 还是怎么样，以前一直都会遇到闪退宕机的问题，现在其实都不会发生了，所以 APP 这件事情也算是顺利解决。但是我相信这个其实你不用说一定要换 iPhone 才会解决，你可能换比较高阶市占率比较高的安卓阵营手机，我相信这件事情也是可以完美解决的。那第三个就是生态系的问题啦，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是使用苹果生态系啦，所以你用个安卓手机就跟他们比较格格不入一点点。那现在换成 iPhone， 这件事情是真的还蛮满意的。有时候 AirDrop 就真的传一传就会变得非常的方便，所以我觉得到底你要不要就是对于阵营这件事情去做转换，我觉得的确也要看你周遭的人的使用情境啦，尤其我们又是做影音编辑、影音剪辑，档案要传来传去，你换成同阵营的，其实这方面真的是会快速很多。有时候我就直接从我手机然后传到这个小编的电脑里面，就整个
流程就会方便很多啦，就不像以前我还要怎么转来转去，我先传云端还怎样，对，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确是大有感的。但是如果你周遭的人并不是就是这种特别的生态系，我觉得你也不用特别换苹果，这是我的想法。所以总结来讲，前三点我之前想要换手机的痛点真的算是圆满解决哦。那另外有多了第四跟第五个，就是我没有想到的优点跟大家分享。第四个优点就是所谓的 Apple CarPlay， 因为我原本开的车它是有支援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但是 Android Auto 它是要插线的， Apple CarPlay 它是无线的。我换成 iPhone 手机的时候，我就变成用无线的 Apple CarPlay， 我真的觉得哇，那个少了插线的这个动作真的方便很多。以前上车第一件事情就要找孔，就要插线，它要阻挡一下，现在都不用，上车手机又往旁边一丢，它就自动帮你连上。而且 Apple CarPlay， 当然现在这个苹果它内建的地图，我觉得也是越来越可以跟 Google 匹敌，当然只是越来越可以跟 Google 匹敌，我觉得它还是赢不了 Google， 因为 Apple 的一个地图，我觉得主要它在开车时间的计算上还是没有 Google 来的那么准，所以有时候我要比较开长途嘛，我要从台北通行到三峡，所以我一开始预估时间可能8:40，它真的会跳来跳去，有时候跳到8:45，跳到8:50，又跳回来8:47，又跳回来8:43，反正它真的预估时间上它没有办法像 Google 就是预估大概什么时候到就差不多什么时候到，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它还是有点不如 Google。 但是我觉得 Apple 它在自己原生的地图系统已经进步很多了，可能好几个月前或好几年前就是有碰到这个系统比起来，我觉得它不管在导航的语音指示上面或者是那个地图的显示，其实我觉得 Apple 的这个地图已经越来越可以跟 Google 匹敌了。所以我觉得无线的 Apple CarPlay 对我来讲就会很方便，不用接线，那我就直接导航啊，听音乐啊，这一点是真的方便很多。而且单纯用 Apple CarPlay， 如果你不要接无线充电的话，其实手机也不太会有发烫的问题。那最后就是 Apple 就是市占率很高嘛，所以手机壳很好选哦，换了一个胖丁的手机壳哦，胖丁很可爱，有没有？总之你就选比较大厂牌手机的一个好处啦。好，那用了一个月，你说有没有遇到一些缺点？老实说，以我这个轻中度使用的一个状况下，是真的没有遇到太明显的缺点，可能就价格吧。价格你跟我之前一直1万2万的手机比起来，这个价格2倍，所以使用起来的体验是都还蛮不错的啊。我自己的个人想法是觉得，我觉得功能键我真的很少用啦。对，我知道很多那种很进阶的使用者，他们会把功能键什么切换成什么荧幕向上的功能键，按了会怎样，什么荧幕向下，什么侧边，哇，运用的非常好。但对我来讲，我真的觉得功能键就是有点累赘，真的很少用。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跟我一样，就是虽然说多了功能键，但可能不太会去使用它。换了这个 iPhone 之后，真的蛮常会去误触这个手电筒，有时候手电筒就莫名其妙亮了，你还要旁边人提醒你，这个真是我以前用手机比较不会发生的事情。但是至少啦，现在它 iOS 更新之后呢，你手电筒如果不小心亮了，它前面会提醒你，所以你看一下就我的手电筒亮了，太棒了，它有提醒我，我就可以把它关掉，有没有？啊，这就是这个新的 iOS 更新的一个新功能啦。所以以上两个就是功能键跟误触手电筒，算是我比较想要抱怨的地方。但是其他我觉得可圈可点啦，你都换了一只40000多块的手机，如果它还被你喷到爆，那我觉得它还是有点雷，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整体使用下来是算满意的，除了价格真的是偏贵之外，但是没办法嘛，这个手机贵不是 Apple 的缺点，而是我们自己的缺点，所以我们自己是努力，好不好？好啦，那总之就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从安卓去跳槽苹果阵营的一个心得啦。老实说，我觉得现在可能真的两边阵营的顶阶手机、顶规手机，他们差异是真的没有到很大的，所以我没有觉得真的是哪一个阵营比较好。我觉得你就可以依据你周遭朋友使用的一个生态系、你的使用习惯。那至少我从安卓跳到苹果，我觉得系统操作下来完全没有不习惯的地方哦。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哇，这个生态系要适应啊，还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还好，至少什么返回首页、什么界面，其实操作起来都一下下就习惯了。我觉得不会是什么适应上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大家主要还是考量生态系，还有你有没有需要这个生态系所带给你的一些特殊的功能。好，那这一集的这个手机跳槽就分享到这边。希望如果你有在考虑说，到底要不要跳 iPhone， 或是你就继续用安卓，或是你要用 iPhone 跳安卓，我觉得都可以啦。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好不好？好了，那这集就到这边啦。之后会有更多啊，不一定更多啊，之后偶尔会有这种日常生活的小知识分享。有时候我发现大家也蛮喜欢看的，就我个人的心得分享啦。可以支持优质健康生活保健食品，跟支持我的书，好，我们就下集再见，大家拜拜。